Spark 具有智能跟随功能，让飞行拍摄更简单，旅行记录更精彩。以美国首为例，在 P 模式下进行操作，进入智能跟随模式后，默认进入普通跟随模式，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，锁定目标后，点击 Go 即可开始跟随飞行。拖拽屏幕上的滑条，可进行环绕控制。点击普通跟随，切换至平行跟随模式，屏幕弹出平行跟随模式介绍框，关闭该提示。平行跟随时，飞行器将与拍摄目标保持平行移动关系。在智能跟随过程中，可拨动云台俯仰波轮，改变目标在画面中的位置，但无法打杆旋转机身来改变构图。当 Spark 时速超过3米/秒后，无避障功能，飞行时需注意周围环境安全。以上就是 Spark 的智能跟随教学视频，感谢您收看。